没有脚踏学吉他，每个周末都有学妹来带回家，关在房里教吉他，关在房里教吉他，你们最好是会有他、哦、第一次一个小时就出来了，第二次一个小时又十分钟，第三次一个半小时还没出来，反正你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、哦、这下非常清楚非常明白，故事情节也不必再去猜，这个故事就到这里结束，但我的学长怎么还不回来，我的学长还没回家，没回家，在那个学妹的家等了半天不接电话，在干嘛，他妈不接电话，七八哦，我的学。